哇，这一个砖头竟然被我一下就给劈开了，我也太厉害了吧，你们看我这一身肌肉多么有力量呀。哇，这两个砖头竟然也被我一下劈开了。哇，接下来的是什么呢？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冰块。哎呀，疼疼疼疼，这冰块也太坚硬了。不是，啥情况呀？怎么又来了一个大南瓜呢？这大南瓜也太没挑战性了吧。还有这些砖头也太简单了，能不能来点有难度的呀？哎呀，要不然我白练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你慢点，那可是我的宠物玩具呀。啥情况呀？怎么把我的存钱罐也拿出来了呀？糟了，我太难了。哎呀，怎么又来了一个冰块呀？这冰块那么硬，谁能劈开呀？哇，这边又有一个大南瓜，这南瓜放在这里不是浪费吗？好了，锻炼的差不多了，马上就要到终点了，我要展示一下我的岁月流星拳。嚯，看我岁月流星拳。我的天哪，我竟然差一块就全部都给劈开了，我太厉害了。第二个出场的是我们的哈士奇先生。哇，哈士奇先生真的好有力量呀。他说了一定要打破刚才那个人的记录。诶，刚才那个人不是我吗？什么，你竟然要超越我？哈士奇，你这么瘦怎么会是我的对手呢？哎呦我去，这么硬的冰块竟然一拳就给锤坏了。哎呀，这又有大南瓜，怎么每个人都有南瓜呢？我的天哪，这哈士奇这力气也太大了。哇，前面又来了两个砖块。哇，这砖块真的好坚硬呀。哎呀，怎么人人都动我的玩具呢？我的天哪，哈士奇你给我等着。哈士奇你快点练，我还想看一看你究竟能不能超过我呢。哼，没想到哈士奇越来越强大了，这也太强了吧。行不行，我也得抓紧练练。哇，你看他这大肌肉，马上就要到终点了，哈士奇我拭目以待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的岁月流星拳。啥情况呀，怎么就劈了那么点呀？